说到从本周母亲节开始，全美各大旅行社陆续进入到跨国旅游的旺季了。美国华人可能想延续这段欢乐的时光，从5月份一直到9月暑假结束，要陪妈妈一起出国玩。而在南加州有知名的旅行社就特别推出了莫斯科杜拜顺道游的行程。那么精选两地的热门景点，外加奢华顶级的套餐，也欢迎您可以把握机会。 不论是母亲节、全家出游，还是延续这份欢乐，提前报名暑假旅游，与妈妈一起出国玩。风光明媚的俄罗斯红场、克里姆林宫与各大历史名城，绝对能让妈妈大呼过瘾。因此，洛杉矶一家旅行社特别前进莫斯科，要让妈妈开心。很多人讲到莫斯科呢，他会告诉我说，这是他最向往的一个旅程。那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什么东西呢？我想大家最熟悉的是红场。 还有克里姆林宫，其实呢，在莫斯科呢，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呢，也许过去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听过，但是也在电视上也看过，可是我们没有亲自去走一趟。不止乐游莫斯科，极尽奢华享受的杜拜，近年来也被全球观光客视为是一生必去的热门景点之一，因此新年华假期也没错过。莫斯科跟杜拜呢？ 在这个飞机上面呢，它是一个顺道游的，所以我们会把莫斯科跟杜拜呢加在一起。然后杜拜其实也是许多朋友呢向往的一个地方。杜拜提到杜拜，大家最知道的是七星帆船酒店。然后呢，大家也知道杜拜呢是一个新天新地。 强调爱妈妈就陪她一起出国玩。俄罗斯杜拜顺道游精选行程，一路好吃好玩说不完之外，5月31日前报名还可再优惠$200。欢迎有兴趣的观众上新年华假期官网查询。东森新闻李仲尧、叶宏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